小 S 战友徐老三到十八岁不结婚也可以。我是国际母亲小 S， 然后她是我的大女儿 Ellie， 然后她是我的二女儿 Lily， 她就是传说中的徐老三宝贝。小 S 跟徐亚军结婚十二年，育有三女，夫妻俩捧在掌心，从不打骂，管教方式是很松的爱，母女相处起来根本像姐妹。在我工作回来，我已经累得半死的时候，就是躺在我床上死不走，一直跟我聊，然后我老公就站起来说：“好了好了。”他们就立刻弹起来走掉。每次我一回到家说 hello 的时候，他们三个还是会冲过来紧紧抱着我，挤来挤去说：“我要抱妈妈，我要抱妈妈。”然后老二也觉得有没有被我抱到不是那么重要，老大还是很黏我，这还是很开心。妈妈比较红还是你比较红？在他说我。老妖徐老三复刻他搞怪无极限 DNA， 人气超高，是个网红来着。小 S 担心他进演艺圈会磨掉赤子之心，对他也有着难以放手的玻璃之心。我没有办法想象他们跟男生牵手的样子，我真的没办法。十八吧，我会希望他们多看看世界各国不同的男生，不接触不同的文化。我希望他们对自己的人生很清楚。如果他们的老公敢对我女儿不好，我真的会杀到他们家。娱乐东新闻，这位许妈妈说，女儿终身不嫁也 OK 的，报道。